天两包烟，我操！那你的肺不太好啊？对啊，那肯定的。我让他们得到解脱。今天晚上吃什么呀？菜花，花菜，不要怎么叫，反正都一样。就吃个菜花吗？怎么不敢？我操！别抽了。黑暗中，所有东西。哇，你又点上了。你抽的什么烟啊？我抽最近抽细烟，因为抽粗的容易。谁不敢不抽粗的？我睡醒了都不敢，睡醒了都说不了话。我闻到是个 AD 啊。那你跟我说什么呀？你打的跟他说呀，你跟我说也没用啊。我打字跟他说他吃够了，他就要骂我了。我操，还不理他，爱咋歪咋歪。那你不能少抽点吗？肺不好。我也想啊，每天睡醒。别他妈来了。是吧，这也打得太稳了吧，他们打野可能在上。OK、他送的好，他送的他妈赛恩出他妈一个腐败药水想他妈干我，是我的他出腐败药水真是有东西啊，打你还出腐败药水，令人恐惧的阴影。那装备怎么买？那你以前做什么工作呀？在陪玩之前打游戏。我操，你做多少年陪玩了？小心点。没上过班是吗？就打游戏。我上过，然后做什么呀？哦，牛逼啊，做前台。我听见了。不行，伤害不够，明天先吃了吧。他妈，你能单杀我？可以啊，欢姐。这么猛、啊？你不是小胖连奔我差点。小胖连奔都不敢，不怎么杀人啊？那机器人扛塔了。给对面打出自信来了，铁怒了，可能是。这也太狂了吧！哎呦我操，这枪E没追出去啊！哎，我这E没追出去，不该越塔。回去工作了。这枪E没追出去，我是闪现 AE 的，我不该 QE， 我该 AE 就好 ，AE 比 QE 快一点，失误了。罪恶潜伏在各个角落。好了，我有点炸。你说什么？我们下路这波有点小崩。还行啊，你一杠零，他零杠一，你应该是赚了才对。不是打野的节奏吗？那跟咱没关系啊。打野去送了个人，有的。你一会儿看着对面打野怎么抓你吧。艾克暂时还没到，他也怕了。对面打可能小带黑暗收割艾克。不知道。黄金二的排到我们，有可能拿小小带。你的，哎我说什么呀？你在天津，离我不远啊，还挺近的。你在哪？我现在在北京。北京，对，我是老北京。有空请你喝豆汁儿啊。行，豆汁不是听他们说不好闻，哦，还是不好闻。臭豆腐也不好闻，不是好吃吗？然后医生给我开的药就是豆汁，然后臭豆腐、榴莲加螺蛳粉。令人恐惧，牛逼！我嘴里没味儿，当时给我治治味儿。
可能小心点。我操，坏了，死定了。我操，李桑卓怎么都来了呀？光辉信号都点烂了。我以为就艾克呢。哎呦，李桑卓加艾克，那我真跑不了呀。我跑了呀，没跑了呀。我一三下我就开始跑，跑不了了。我是想跑的，我想杀一个。咱们打野是谁呀？没见过呀。说他节奏崩了。千张炒鸡蛋，嗯。我说他节奏崩了，你会先见到艾克，见不到你。我基本上在上路很少全场能见着对手。我如果打中路，我也不太喜欢出杀，因为喜欢玩法师，法师不好帮上路。那为什么对面中单就能来上路？利桑卓这个英雄本来就游走的。对啊，我也是感觉为什么对面的中单总喜欢去上路，我不想去。我喜欢往下路。爸爸小羊。妈的。哦、打这个奥恩没什么压力，抓我也没什么用、啊、帮我控个峡谷，帮我控个峡谷就行，峡谷只要是我就好打。干嘛？先顶一顶小兵，顶一顶。令人恐惧的音乐。这逼是真拿命吃塔皮啊！艾克没在啊，艾克在下单。哎，等会。一张怎么不知道？哇，这兵好贪啊！这兵每次吃灯塔皮死一回，第二回还吃，第三回还吃。我下次还敢。拿命换经济哦！欢欢找过几个男朋友啊你？我，嗯，不知道。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？数不过来了吗？嗯、那么反正网上的现实的都有嘛，加一起中的几个呀？现实中。我想一下哦，现实中还是能打到16个吧。小心点。艾克好像也。哎，我玩的真挺烦的，说实话，拉尔斯给我引敌啊。这边艾克也会来的。哎，玩的金鸡巴烦，傻逼拉克斯，操你妈！我他妈玩着玩着给艾克给引过来了，本来峡谷先锋是我的，我单吃把艾克拉过来了，还他妈 K 我一头，我操！利桑卓看见了的话，利桑卓大我，把人头给拉克斯了，大的我，隔拉克斯大我，真鸡巴经典。他不把艾克往上引，我都没事，艾克有个大主要是。真他妈服了，李桑卓也他妈傻逼，不打拉克斯脸上大他妈我一人，我操！你比拉克斯威胁大。只要被拉克抢了，我他妈就玩不了。哎呀，好烦啊！
呀，这波对面炸了，肯定给我，难道给你啊大哥，这难道能给你的吗？这难道可以给你的吗？给我这把不是拿下了，我下路都打不过我们还打，给我这把不就稳稳吃啊，差不多没有人犯病的话就稳了。啊，好起来了，小心点，这妹子不知道男朋友交多少数不过来了，我操，不知道又来说我塔皮了，还行，中路优小烈，上路优下路五开，下路炸了，等一下，你炸对面炸了，对面炸，但是因为中野没去包你们，中野一直来上路包我嘛，他们两个，对啊，他们两个如果打二打二，比你们多的，他们小波前一波兵线不敢打，他们打不过我们， okay, 没有不一定，二打二就是打。OK OK。妈的，怎么老点错呀？哎，我他妈点错了，一下小兵儿，我操！哦 ，shit！ 没办法，两条命杀不掉。还可熬过去了，一下小兵儿。怎么那么稳啊？扎克都要抓了，扎克没看见。依旧干我，不去下路干你。是的呀。没怎么见到他的时候 AD 已经死了。哦 shit！ 不过说实话 ，A 和 A 兵都差不多，感觉都杀不掉，他又不傻。艾克伤害应该会挺高。是的。我单杀山羊五回，山羊能吃了我五层塔皮，就说明他一直在打野的，一直在帮。没用的，瞎忙活吧。有点脱手，刚才 A 的 A 点滑，有点脱手。哎，你在天津哪个区啊，欢欢？河东。河东 OK。哎，要不然明儿早上找你去吧，请你吃包子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找我来干嘛？毙了吧，给你吃个早餐吧。不用了，早上我起不来，那就吃晚饭。后面看，我靠，怪了。哎，我操，我 E 呢？哎你妈，可能没点出来吧。我操，我没 E 出去。哎呦，可惜可惜。哦对，天津叫煎饼果子，说错了，我不爱吃煎饼果子。哦，你喜欢吃什么？我喜欢喝粥，喝酱油条也还行吧。李桑卓、艾克、奥恩三打一，我是 AE 的，不知道为什么 E 没 E 出去，好奇怪，我是 AE 的，这把怎么这么多失误，这把奇怪，我明明是 A E 艾克的，哎，奇怪了。Shut down。
不是大哥，你就这么跑啦？我们双重劫就这么跑啦？艾克不杀你们，只是留着你们提款。对呀，养猪嘛，不是光辉的吗？艾克玩还行，艾克。他们中也是联动的，他们中路不太行，但是艾克也在跟联动。艾克知道自己打不过，每次叫立桑卓或者叫敖恩过来。我这鼠标有点脱手，怎么买老一撮人？艾克小戴120刀，我操，11级。嗯，艾克等于低。用峡谷就行。我让他们得到记忆。威严不是很怕艾克，还好。威严不是很怕艾克。这队友也算 peace。他们也挺在乎峡谷，但是每次比他们晚一步。不是，其实我不太想打。不至于吧？你干嘛去了？把你们自己走中路去了。你在这干嘛呢？你应该避回家的。坏了，刘爷。门 EC 是谁？好，我听看。我操，这么猛吗 ？God like 了。凤呢？还行。应该能通过关这波，他回不来的话，通关全能上路了。他应该没大了，他没大了，这不是刚打完架吗？没大，他 TP 也没用。那光辉死了的话，应该是没。没大，他 TP 也没用啊。砍杀好像也会，砍杀也没什么用。哎呦，真没蓝，我蓝全杀了，没蓝开 R 了，装。没蓝开大，我看到了，差一点那个艾克。艾克不来，他们俩死了，我没蓝开大了。还行吧，通关了，这一波直接通关了。艾克伤害有点高，艾克一个平 A 一个 E 就600多血，一个平 A 时光交错600多血，让我再 A 一下卡了，卡莎是净化了。你们还挺聪明的吧，对吧？我的一个水银。这艾克起来了。卡莎也160多刀呢，那边下路是王守义战队。还行，这把应该赢了，这把咱们有资源，龙和峡谷都是咱们。对呀，犯病不灵啊。龙跟峡谷都是咱们，这把应该赢了。因为对面艾克一直抓人，他人头虽然多，但是没有什么资源。扎克虽然抓人少，但是扎克控着龙，因为对面没怎么抓过下路，所以对面没怎么控资源。牛逼啊！他这波送的。扎克连送三波，他崩了。这边。威严本来就不是很怕艾克。威严怕躲不了的技能，让打野位就比较烦一点。嗯。好 Q 了，好 Q 啊，拉克斯 ，nice 啊，拉克斯。这拉克斯玩的挺好。
去大龙啦。啊，他们去你就去呗。我想着你俩在下，我得死啊。牛逼！干啥？这拉克斯技能放的有点准。嗯、走了走。哎，你还没说你找你男朋友呢，欢欢。嗯，就说了现实中五六个啊。五六个。哎，你觉得 B 人怎么样？你觉得？啥 ？B 人。B 人是什么东西 ？B 人就是我呀 ，B 人，没听过吗 ？B 人不胜惶恐。鄙人不胜感激，鄙人就是我。啊、哦，他给我拦，大哥，我没伤害呀。我操，小胖老舔狗了，过来跟着我，一回家过来跟着我。好好，你觉得鄙人怎么样？就是在下。嗯，挺好的。哦，可以啊。咱们住这么近，有没有搞头啊？北京跟天津。你开什么车出门、啊？我现在不想谈恋爱。哦，你知道我开什么车吗？不知道。我叔在看兰博基尼，你呢？哦，我没开车。哦，那没事了。哎，打完你给我发张照片呗，咱俩换一张看看呗，不行就算了。嗯，我没有照片。交换一下吧。我没有照片。你没有照片是什么意思？那视频也行。视频也可以，不过我长得有点丑，你别害怕就行。哦，可以吧？嗯，不可以。我操，这么隐私吗？那方便一下，你多高吗？166。体重呢？不到100。点了，好，刚喝你就点了，这个扎好。